不为人知内幕真相。恩新港 SOHO 国情揭露。好啦，翻嚟啦，咁啊，欣生就未翻嚟，不过咁我先读埋下广告先啦。咪首先多谢阿 Carmen 啊 ，Carmen 放咗$58啊支持咁样，咁同埋阿 W Y Chan 咧1967咧，即系呢位男士啊，应该系咁啊，有个意见嘅就话唔好即系啲节目脱离得太多系嘛，咁啊你可以去翻重温嘅我哋第二节嗰度咧就留言啦，系啊，欣生会睇嗰度嘅。咁啊好，先卖广告先。2019年搶先優惠啊！天氣凍，梗係食多啲保暖嘢啦。有咩保暖嘢咧？就係恆河咖喱屋嘅一口咖喱豬400克，同埋黃金咖喱雞500克，咁啊都係$49啫。咁啊，人民超市1月1日到1月15日嘅優惠嚟嘅，咁啊大家熒光幕度見到噶啦。咁啊，仲有啲保暖蛇羹啊、補身嘅花膠海參啊，嚇、啊，即係呢啲盤菜啊，都有特價嘅。咁另外第二咧就係飲食天王嘅現金券優惠啦，咁啊1月1日啦，亦都係去到1月15日啦，親臨任何一間門市咧，指定同款嘅現金券首5張有7折優惠，數量有限，買完就冇噶啦。咁有咩現金券，大家熒光幕度又見到啦。咁另外仲有呢、這個，琴日我哋抽獎都有抽嘅，恩山，就係呢個杏花樓，除咗有大受歡迎嘅臘味蘿蔔糕啊、黑糖姜母糕啊，同埋臘味芋頭糕之外咧，仲新推出2款新糕，就係黃金馬蹄糕同埋紫薯肉桂糕。咁啊，由即日起咧，去到1月6日啊，而家幾多號啊？好似就夠啦。咁啊，去人民超市網站啦，嚇、啊，總之唔好理啦，係啊，到1月6日，哎，過咗啦，唔好理，總之照去 ，OK， 唔好理啊，照去訂，照訂，照去訂，打我哋檔 ，OK 嗱。啊！你講埋阿卡文，我真係講咗啦，講咗啦，講咗啦。係啊，阿卡文多謝卡文，你應該係女士啦，係嘛？梗係啦，係。我應該係㗎。精神為之一振。嗯。嗱，好，我哋繼續講呢個昂居古仔啊，好過癮嘅。嗯。佢係點咧？最高法院啊，就推咗佢落去，叫省高院自己孭翻條飛，重審。咁大家都知道，梗係大鑊㗎啦。之後，咁到2021年3月個就。省嘅最高法院咧就作出另外一個判決，啱相反，嗯、啊就輪到阿海奇來公司咧就敗訴，嗯、即係趙發奇喺當堂得以復失，其實咁都唔緊要喎，嗯、一判咗佢敗訴之後咧，唔知乜嘢人可以instruct指示陝西省嘅公安廳，你逮捕咗阿趙發奇，即係話你個人咁樣發財猛撲你個街啊啊！你而家我哋搞緊中國夢啊！唔該曬，你搞自己個個人發財夢梗係唔得啦，咁啊拉嘅咗佢，咁就韞咗佢133日，即係4個幾月，係嘛？咁你就韞咗之後咧，咁啊俾佢取保候審，咁佢都即係陰公啊！叫只可以叫做陰公 ，OK？ 咁啊好啦，咁啊到而呢樣嘢咧，就好似沉寂咗咁啦，係嘛？咁啊佢都俾人拉走咗啦，咁啊喺度。喺度取保候審，咁當然大家就喺度捱下捱下捱，咁其實都冇乜好審，你知唔知啊？審真都好大鑊，即係審真咧就唔知話佢咩罪好，講嚟講都講唔出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嘛？咁2016年11月初嘅時候咧，咁啊趙發奇啦，阿奇哥咧就頂住度中氣，唔得啊！佢公開實名舉報陝西省嘅主要領導，話佢干預司法 ，OK。即係話佢干預，咁啊，哇！你咁樣搞出咁嘅嘢出嚟，咁啊乜㗎啦？你知唔知啊？係嘛？咁到同一年2016年11月，最高法院個主審法官叫做黃林清，佢竟然個辦公室佢自己啲文件失事，啊俾人偷咗，唔見咗，係啦，嗱好啦，我哋呢個時間咧，首先就。就賣個關子先。2016年咁，但咧就冇咩嘢出現啦。咁到2017年12月嘅時候咧，2017年係咩日子？你知唔知啊？12月，乜即係過咗18大咧，進入19大咯。進入19大，19大時候咧，阿奇哥終於咧喺省高院入邊勝訴，又贏翻，阿屌又開翻香檳，係嘛？不過呢啲香檳飲完又係冇一個用，真係陰夠功。2017年十
12月啊，12月就佢勝訴，到2018年12月都仍然未被執行，係即係冇人執行。佢呢個係咪代民事嘅？定係你民事不事啊？你都要可以執行啦。香港嚟講，刑事就差佬嚟招呼你，民事就嗰啲執達利啊，同埋乜春嘢嗰啲 official receiver 乜春啊咁啊。熟大陸啊，話佢應該係點樣執行啊？應該佢執行好簡單啦，咪要求你屌咧咪執行嘅合約係嘛，下令你啱啱啊，咁佢咪照做咯。但西陷院話：，屌你咩？法院判啫，我屌係嘛？我又要問個省政府，係咯，所以我問佢點？乜講嚟講去啫，拖嚟拖去啫。咁啊，足之連中央電視台都報導，到2018年12月就話啦：，喂，嗰個叫千億抗權案，嗯，佢哋已經減輕咗啦，當做值千億嘅啫。咁咧，佢話咧，佢話執行一年竟然毫無進展啊！嗯，即係當咗一個奇案咁出嚟噶嘛。所以忍不到2018年12月是什麼時候，知不知道？上個月啦，是啊，是吧？即搞到而家，咁呢個上個月發生咩嘢咧？就多啦。嗯、第一就喺奇妙的12月26日，喺聖誕之後，卜聖地後無單日啊，頭一日叫咩啊？無單日啊，叫無單日啊。係啊，你有記錯啊？屌，等我成個掛住主耶穌基督咁啊！屌你同我講埋啲。啲魔鬼嘅嘢，你真係屌你，都離曬譜你真係，係嘛？係嘛？廿五號唔係卜星地喎，廿五號係聖誕，係聖誕係個卜星地，喂，真係真係打拳喎嗰人要，我而家改稱無單日，你叫無單日，咁12月26日嗰日咧，我哋有個英雄人物係嘛？法官啊！不是大法官，是崔永元。崔永元，舉報王爺啊，鄭若驊。一手懟冧咗范冰冰。你嘅仇家。咁唔好话仇家咁难听系嘛？咁啊，崔永元咧系嘛？有督灰啊，督灰王有督灰王嚟嘅。佢就喺首先佢自己个微博上面就整出一啲嘢。佢话咧，习近平主席讲话要让民众啊，从每一个具体案件中体会到法律嘅公正喎。吓，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都带头执法犯法，咁点办啊？哇！一棍拗落去，最高法院就係周強啊，強仔先，屌你老尾，係嘛？咁啊，佢整完咧都唔緊要啊，嗰晚佢頂住度裝氣，又出一條，佢就話咧，最高法院有賊噶喎，屌你啦！佢係一個連老鼠都入唔到嘅地方，竟然可以有啲嘢會失咗嘅，咁啊係嘛？屌你老尾，俾佢吹穩仗，咁咧就。公開講話個文件係失竊咗，係第一節公暴露出嚟。咁咧，但同一日最高法院啊透過新京報咧就否認啦，即時否認要文件係冇失竊。佢喺9月26日已經歸檔啦。咁其實呢個咧係佢呢個澄清係有啲戇鳩啊。係咯，即係話佢唔見咗真係。係啦，咩叫做歸檔啫？歸翻入檔案，咁就之前佢知道去邊係啦。呢個當然你而家話歸檔係你講啫，係嘛？後來咧，最高法院都承認係失竊咗， okay, 即係呢個歸檔係講大話。係咯，講大話喎。呢個發聲，你呢個發聲明呢個真係呢個打靶喎，真係。咁又唔使，唔使發聲明嗰個都係最高㗎啦，咪屌邊個夠膽講啊？就係屌你仲講得出話9月26日已經歸檔，屌成係嘛？咁啊呢個博聲你仲過癮？係你同一日咧點樣？嗰個最高法院個法官有個主審法官阿黃林清，竟然拍片個 video 拍片拍科。啊！屌你！發 Facebook 啦，唔係即係佢哋微博定係咩啊？係啊，佢整咗出嚟，跟住咧就喺入邊啲咩 QQ 空間、乜間啦，嗰啲咩好多出咗嚟。咁啊，佢入邊講，不如而家刪咗啊！係，梗係啦，佢刪咗，個人都可能唔見咗添啊！係，佢而家咧，佢就第一句講，我想通過呢個視頻嚇嘅目的係就係要俾自己為咗保護自己免遭不測。留下一些證據，哇！保命啊，最高法院法官，屌你咧，會免遭不測，即係個即驚曬面口啦，係咪啊？屌你，哇！咁啊權冇好大，係嘛？咁佢正式亦都講啦，即係失去咗個唔係話成份文件，嗯、即係成個案件嗰啲某封信啫。而咧係啦，而係唔見咗嗰個省領導，即係陝西省領導俾最高法院嗰封信。嗯，咁即係人哋偷咗啲嘢，偷咗嗰封信。OK， 咁大家都明啦，係嘛？咁有啲人就會諗啦，邊個人喺度干涉緊咧？嗯、其實咧，就而家網上咧就喺度篤
督啊兩個啦，一個就當時嘅省長啊趙正永，一個就當時嘅省書記、省委書記啊趙樂際。嗯，嚇、啊！我首先要澄清嘅、要澄清第一個先，就阿趙正永當時唔係省長，佢當時係副省長啫。嗯，佢二零一佢嗰陣係，因為嗰封信係2008年寫啊嘛，佢2011年先做省長。Okay. 不過咁同佢有冇關係啊？我覺得係關係好大喎。嗯，佢唯一咧，佢有不在場證據啫。唯一就佢2011年嘅時候就副省長，但佢嗰年咧就屌你年初咧就去中央黨校就學習啊。年尾嘅時候咧就去咗哈佛大學咧就去咗三個月，去研究。嗯，咁佢有不在場證據，你知咁一唔一定要在場先咩咧？咁係最重要一樣嘢，唔係呢樣嘅係啦。最重要就係呢條契弟啦，契弟呢契弟嚟㗎啦，佢死梗嘅，所以你共產黨有個好處啊，如果佢死梗嗰啲，你踩都得㗎啦 ，OK， 即係冇事嘅，你唔好踩，你唔好踩習近平啊，梗係屌你咯，戇居係嘛，對唔對啊？即係我哋好聰明㗎嘛，係嘛？趙正永係點咧？佢喺嗰度做副省長嘅時候，佢管曬當地嘅能源啊，咁煤礦呢咪歸佢管啦，係啦，歸佢管係嘛啱嘛？咁屌咧，啊不過有啲人都奇怪喎。屌你！我呢個副省長就叫趙正永，就管呢樣嘢嘅。省委書記就趙樂際，嚇個府主咧就叫趙發奇，都係趙家人嚟喎。屌你老味，又啱喎，係嘛？屌你全部趙家人嚟喎。咁你心諗唔到陝西，屌都個個姓趙嘅，啊你明唔明啊？不過你唔好誤會啊，趙正永嘅唔係，趙正永係安徽幫嘅，唔家陣嘅安徽安徽友嚟嘅，佢調咗佢趙趙聲喎呢度，係啦係啦都。咁唔係姓趙都唔會調去陝西啊？可能咁啊，咁係嗱，我哋可以廣告先，翻嚟再問你。OK OK。